天到了就要穿，你知道哇，哈奇比基尼。比基尼的季节又到来了。但听说你有比基尼不好的回忆。比基尼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好回忆。为什么？你有穿过吗？就是节目里有时候会逼我穿一些女装，就要穿到比基尼的部分，我就觉得。我3年前首次穿上比基尼站上海滩晒，觉得就被偷拍了，再也没有穿过。再也不想再尝试了。对。路人真的很贱，你现在过3年，你有没有忏悔？不要再乱爆料了，好不好？但重点就是比基尼穿起来是很漂亮，但是有它穿的方法，因为配合不同的胸型啊，或者你自己不同的身材，其实有不同的比基尼要介绍给大家啦。对，而且穿的好的，哎，你讲到比基尼，真的整个人都那个陷入3年前的回忆里了，快脱掉，快脱掉。但重点就是配合不同的身材，比基尼还可以修饰你的身形哦。真的，虽然布料少归少，还是可以修饰。好，那现在赶快欢迎第一位美胸达人。哦，地摊小霸王小空，柯南小天后水水咪呀，为什么水水拜拜？欢迎欢迎！耶、yeah ！真的，首先就要问美胸达人唐小林啦， Hi、比基尼你有没有尝试过？它里面真的很水啊！你尝试过？尺度最宽的是哪一种？因为比基尼号分，就是有一些是布料少到超夸张的。真的，我有看过那个三角形，超小的。我有那种，就是上面是一条线，这边是一条线，然后这边只有两块小小的三角形的布。哇！有穿出去过。哇塞！没有下过水，但是有穿出去过，然后只是自己在那边看得很开心，然后赶快拿去休息。一个不小心抖一下，很危险。对。但是真的很性感的感觉。真的。胸贴都比那个比基尼还大。有。哎，比基尼干你屁事啊，太太。我就穿围兜兜吧你。我也有围兜兜。哦、小朋友的比基尼，我都买小朋友的、啊，所以你有穿过比基尼？有，我之前为了要找我的比基尼，因为我的身材太渺小了，嗯，所以我就是那个，因为小朋友跟我的胸围差不多、哦，所以我都会穿小朋友的比基尼。真的假的？小朋友的胸好另类哦，小朋友就不会说很大片，然后都包到我的背。你今天穿的是比基尼吗？也是比基尼的一种，但是它有点像肩带式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、哦。好，等一下再秀出来。一定要秀！我们要来突击检查了。在不告知的情况下，本单元将抽查水水们很私密但可以公开的部位，有两位主持人担任评审，检视水水爱护自己身体的程度。第一名获得40分，第二名30分，第三名20分，第四名10分。今天要检查的部位是脚丫子。我学习出道这么久，我从来没有秀过我脚丫子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第一次，第五首次。本身还蛮自卑的，害羞的点是什么？就是我的脚有拇指。你刚刚比基尼给我穿小三角了，现在脚却害羞。对，你没看我今天还穿包头的鞋，就是因为很害羞，不敢把脚露出来，而且人家说，就是脚趾头常露在外面会招一些烂桃花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超会露的，你有烂桃花吗？超多。好，马上现在进行突袭检查。唐小林的脚丫子，3、2、1。哎，很漂亮啊！没有，可是我的脚。那你有一点拇指外翻。真的也很严重，那是穿高跟鞋的关系。这是指甲的。对啊，是天生的。而且我的脚有特异功能，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。怎么看？可是它会剪刀石头布。为什么？怎么用？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好另类哦！对啊，拿花球。除了这个，没看到很开耶，他的脚可以这样全开。那我可以看一下脚底板。你平常在保养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哦。对啦。哎，怎么红好开哦？而且我的脚底板很嫩哦。还 OK 啦，还 OK。不要打我，只是这边有一点点那个。只是他真的穿，只是他真的穿得红红的。对。因为可能一直摩擦就红红的。不要要倒酒，我也知道，闹新人不是？我现在已经你知道，我现在已经金刚不坏之身了。我过很多女艺人，我现在已经不怕。我想哭了。还好哎，还好，还好。Safe safe。第二位，小空。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我的脚跟我的身材很像，怎么说？它像个甜不辣。哦，而且鞋子好厚一点，被大家发现了。还有偷垫鞋垫，我在跳蚤市场买的，好不容易买到那么高，好厚的，好可爱哦。对啊。
好，秀出你的脚丫来，哇，性感呢，性感吗？而且你的脚算修长的耶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跟你的身材那个比例的关系，你真的脚，而且说对啊，因为我的手也算蛮长的，对啊，而且你还有搭配，好用心哦，搭配指甲油的部分，好看一下保养的部分，这个我的脚底板有点脏哎。因为我们家好像地板都擦不干净，你看是才 OK 啦，真的有点脏。为什么我有放大镜？为什么我有放大镜？刚刚没有呢。看这里黑黑的，黑黑的这里，这里它没有保养干净。味道部分交给小蝴蝶来了。啊，两张吗？特走市场，所以是二手的吗？是二手。晕倒，太臭！你自己觉得臭吗？好香啊！你少骗人的啦！去给我去旁边，去旁边。好啊，我自己去旁边。第三位，米娅，米娅对自己的脚有信心吗？啊，其实我来的时候才讲说要这个保养，不是看到这个脚趾就有一点尴尬。哦，因为呢，我早上还是上了舞蹈课。好，秀出你的脚，这集也太难熬了吧，还 OK 啦，今天目前看起来蛮漂亮的，而且你看多喜气，我长得大红色，看一下脚底板的部分，脚底板没有给人家看过，大家都很脏，哦，有点脏，哦，这是字，这是字，脚底板有字，他脚底有字，脚大七星有吗？我好像有两颗哎，脚大北斗七星吗？这么颗吗？啊，字哦，真的，第一次看过脚底板有字的人呢。那脚底板有点脏，我先把这个拿起来。我这是逃过一劫，你犹豫了，它里面湿湿的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我上游泳课，他刚刚自己都翻白眼了。还不赖啊，快点大气一点，是男生。拜托，练完舞之后袜子换一双新的，都不够，先去旁边。好白哦，天哪！我觉得你的脚以直觉应该是香的，哎，哇，很漂亮哎，脚趾好长哦，真的，二五哥超长，二五哥，他二五哥还蛮漂亮，目前为止 OK， 脚底板，脚底板，我先看一下，我有点僵，哦，我有去磨，还 OK 啦，可是有那个结节。对啊，我搭录影搭站一整天。哦，有节俭的部分。哎呦，他的小拇指要夹两个指甲，而且是代表是清朝人，是不是？汉人的，汉人差两年。我是汉人，那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是汉人耶！不一样，是两面吗？我是汉人，那你是什么人？对啊，我是男人。有味道，还蛮香的。以球鞋来说，这样很 OK。哎，真的耶！啊，好厉害哦！有食物的味道，食物。你有没有放香水？香水不能是香水，香水啊！好厉害哦！喷香水的，对，是香的。哦，我就说吧，我好会看人哦，你脚是香的。厉害，所以它这个部分 OK。好，现在突袭完啦，在公布成绩之前呢，先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奖。好的，首先有队长机手表，两条七十奶油球，动物中心所提供的独家限量柏林顿熊，还有各位你想要的春夏限量名牌包。不过脚丫子残忍的部分就要来了，谁是最好的？我觉得最好的就是。小空，感觉保养的还不错，他指甲油部分也有搭配得到，嗯，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唐小林，谢谢。对，他虽然是天生拇指外翻，但其他的也是算保养的还 OK， 有认真。对，接下来就是一个是味道取胜的，一个是节，你居然看不起人，一个是节俭取胜的。好，最后一名就是我们的。蜜啊！为什么要这么高？因为它味道太
惊人了。你下次练完舞，你拿起来我看看。我过这么多比赛，对啊，单挑。搞不好我是香青草香女伴。好了，这边大家各自得不少分数，等下后面的水水 Q&A 就要好好的回答啦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位的水水 Q&A。接着说明水水 Q&A 的游戏规则，四位水水轮流答题，主答者答对题可获十分，答错时其他水水将有机会获得分数。这一单元也将测量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加入积分。另外现场还邀请专业造型师传授水水们各种 bikini 的流行穿搭方式哦。首先在水水 Q&A 第一回合上场答题的是天真活泼又可爱的小扣，不知哈比人一族的他对于 bikini 是否有着又爱又恨的矛盾情绪呢？